台湾重要游戏粉碎英雄。哎，它图片看起来很 low， 进来以后没想到好像还可以。顺风斩，唰唰唰唰唰唰，站在这里就可以变强。来喽，用这个好了。然后还可以自动打，那么香啊，还可以自动打哎、欸。哇，直接解放双手哎、欸！我想说，就是像吸吞城一样要手动，都没好哎、欸。闪电好不好？啊，我们应该用极大剑的。那边还有一个截断，闪电传唤又截断，叫我四招技能了，我写出来了。我是被我打爆了、欸，哎、欸，做得很好啊，这款。嗯，这个游戏商可以多开发几种游戏哦。看起来他做动作类型的游戏啊，是蛮上手的。开了哦，太好了，他不是放这两层。乱斗英雄，这个有没有出过啊？我怎么看这个主角有点似曾相识的？还是以前有在封测什么的 ？S 级装备特价320，还有自动侦查，自动侦查基本上没机会了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什么地方设置。好了，装备都填上去了。拿到碎片了、欸，我可以强化吗？批量安装，靠腰套一件穿戴啊！我还在那边点，来了，旋转时间2秒变3秒，好啊！人家什么叫打广告啊？这款明明做的还不错啊！攻击力的10%，最大。防御的10%，再滚一次看看，旋风哦，啊，旋风啊，试看看。我到目前为止 只用了一个技能而已，三场换四个技能，这场我就想说搞点不一样的。哦，那个就是反击吗？他刚刚突然就画面突然有静止一下，哎呀，压倒。我就是专一一个技能，好不好？走的就是一个专注性，唰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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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不是很爽？是不是想下载玩看看呢？技术威力，反击，不错。如果是那种重型的反击啊，是不是应该加一点在屏幕上的那种玻璃碎块，好像会要从手机飞出来一样？是不是？如果这样子就好了，来加攻速啦！现在我攻速要更快了，更快，是不是？砰！好强的反击哦！攻速20%，哦！哎、欸，那如果这个手机配备不好的话，是不是会这个？可能这是 iPhone 15 Pro， 所以。超顺的，而且我手机都没有发烫、欸、嗯，优化的很不错啊。毁灭之剑搭配的是什么？进化组合啊。哎呀，毁灭之剑还可以进化、欸。好了，我们用毁灭之剑好了。不过应该了不起了吧？我打算好了。我现在都看不到我第一个技能的进化、啊、，BOSS 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反击太强了，来了，我们扫地机器人，好爽哦，打得很有爽度哎，我不知道，很少玩这种类型游戏可以玩到有爽度的，啊没有啊，上一次玩那个射射英雄那个也挺有爽度的，然后到现在好像就没有遇到了，解锁好多内容啊、哦，
五十。刚刚那是手厨吗？来这边，武器可以进行升级啊、哦！诶，他怎么没有一件装备啊？是没有更好的装备了吗？愿望清单 S 级的装备，哦，存档。我也没有石头啊，看起来福利不怎么样啊，有点可惜耶。新手套餐哦。天赋诶，天赋还没有出来。诶，刚刚是碎片哦，英雄的成长材料。对了，我有没有其他英雄可以用啊？应该是服装的一种吧，好像没有了。那我们这次看能不能把一个技能升满好了。袭击新招死刑，以紫色技能。哇，这什么叫死刑哦？看起来像俯冲哎。乱舞链条，链条风暴，这样我就有四个技能了。赚了，乱舞链条。再来，链条风暴。哦哦哦！哎，现在才打到第三关而已啊，这个爽度就出来了。那后面敌人是不是会很疯狂啊？技术威力，自我防御啊！我的分数差了。有 boss 吗？还没有。有精怪的，很猛，应该有猛到吧？来哦，肌肉生长，是乱舞链条的，嘿。歌啊歌啊，啊，这才算2024年的歌潮嘛，对不对？这才是啊。嗯，你看爽不爽？有吧，爽翻天呢！怎么可以做那么好？哇，第二个技能升满了。那敌人呢？就跟炒菜一样，感觉好像在铁锅里面炒菜。嘿，炒韭菜，攻击熟练。擦！哎，这个叫做切菜，大批的敌人就叫做炒菜。哇哇哇！蛋炒饭，看到没有？蛋炒饭 ，OK 吧？嗯。哦，冷凝器，待会第三招要满的哦。轰轰轰轰轰！好凶哦！我赶快再把最后一招给升满。哦轰轰轰轰！爽度满分呢！嗯，太爽了啊！做的是非常好的。链条风暴已经有了，新招先看一下。boss 你不要死啊！哦，所有技能都看一下。技能大概是这样。啊，喜欢的话就下载玩看看吧。大家拜拜。